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，今天小五带来《望线深知身在情场在》第20集，这份情弥足珍贵。结果执拗的等了半天，也没人喊他吃饭。蓝先生，这个给您。魏无羡变魔术一般，在外套兜里掏出两个红彤彤的柿子，放在蓝启仁面前。蓝湛刚刚鼓起勇气踏进餐厅，看到桌子上的两个柿子，再次备受打击。他当了半天梯子，可是一口柿子都没吃到。小魏，这柿子。这个啊，是我和蓝湛出去玩，在山上发现的。借花献佛，就给您拿回来尝尝鲜。这个绝对新鲜，下午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还挂在枝头呢。见蓝启仁满眼的疑惑，魏无羡连忙开口解释。你怎么了？魏无羡兀自说的眉飞色舞，无意间一抬头，就看到蓝启仁神色怪异的看着那两个柿子。你这是想哭还是想笑啊？难道身为蓝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见惯了奇珍异宝珍馐美味，觉得这两个柿子有辱他的身份？魏无羡扭头，用无辜又懵懂的小眼神看着蓝湛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不得已，蓝湛只好委屈自己，竖起心中打翻的醋坛子，收起藏在一呼一吸间的那些酸意，为自家委屈巴巴的小金珠撑起一片天。叔父，虽说这两个柿子不值钱，可叔父从来都不是贪图虚荣的人，就凭魏婴能想着他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眼巴巴的从山上带回来的一番心意也不能被辜负。小魏，你不知道，我活了这大半辈子，什么样的礼物都收到过，唯独你的这份心意，单纯的如沐之思，着实让人感动。父母和兄长嫂过世之后，蓝启仁的亲人也就只剩下蓝曦臣和蓝湛兄弟二人。然而他们兄弟二人对自家叔父恭敬有余，却亲近不足，每次过生日，两个孩子也会精心挑选生日礼物，可是那些礼物都太过刻意。而眼前这两个柿子，虽说只是山间偶得，却也说明孩子在游玩的时候还想着自己，有好吃的东西这带回家与家人分享，这份情就弥足珍贵。蓝先生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乡下，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爷爷进山采摘各式各样的野果，然后带回家和奶奶一起吃。原本是人世间最寻常的亲情与欢乐，却在一夜之间离他而去。魏婴、蓝湛也顾不得自家叔父在座，一把握住魏无羡的小手，那双波光潋滟的大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雾气被他完完全全地收在眼底，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7年之前，蓝湛就见过魏无羡最灿烂的笑容，那种笑容由内而发，在眼底眉间绽放，明媚璀璨，温暖而治愈。7年之后的再次相遇，魏无羡的笑容依旧是眉眼弯弯，可是那份笑意却再也浸染不上眼底眉梢。入夜，魏无羡站在卧室的窗口，打量着院子里那一棵红枫树，在看什么？有了第一晚的同居，蓝湛沐浴完毕，自然而然地打算继续留宿，穿着睡袍走到魏无羡身边。蓝湛，你们家的装修风格清新淡雅，绿化皆为碧树蓝草，怎么会如此突兀地出现一棵红枫树？也就是蓝家别墅的院子大，才能容得下如此的参天大树。那棵树是当年叔父亲手种下，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他亲自打理。蓝先生亲手种下？魏无羡侧目看了蓝湛一眼，并没有觉得，两个人都穿着睡衣，就这样相依相偎地站在窗前看风景有什么不妥？说起来，我妈也喜欢红枫树，喜欢在红叶纷飞的树下看书跳舞，然后捡几片她认为完美无瑕的红叶回去做成书签。当初之所以买那个小区里的房子，并不是因为沿江，而是小区隔壁就是一个以枫树为主题的公园，叔父也会做书签。叔父的卧房对面是一个大书房，书里面加满了枫叶做的书签。若是我有这么大一个院子的话，一定会种上满满的果树，春季可以赏花，夏季可以遮阴，秋季直接实现水果自由。想象一下，躺在枝桠之间打游戏的时候，
一歪头就可以吃到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。树下还可以养上一堆兔子，等到冬天草木凋零的时候，就可以在家里烤兔子吃。魏无羡说的唾沫横飞，蓝湛将他说的都一一用心记下。购置婚房的时候，院子一定要特别大，还要种植各种果树。蓝湛，明天我能去蓝先生的书房里看书吗？魏无羡站累了，回到床边坐下，也许可以从里面发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。隔壁就是我和兄长的书房，里面的图书与叔父书房里的一模一样，你可以随便看。蓝湛随手把窗帘拉严实，然后堂而皇之地躺在床上。蓝湛，你干嘛？睡觉。蓝湛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，示意魏无羡快点到自己怀里来。嗯。随着一声软糯绵长的呓语，被窝里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脚丫，粉润的脚趾挨个做着伸展运动，一会儿之后又伸出两条胳膊，慵懒而惬意地举过头顶。被窝下一阵蠕动起伏之后，某人才伸着懒腰，哼哼唧唧地顶着一个乱蓬蓬的鸡窝头钻了出来，睡眼惺忪地打着哈气。醒了，蓝湛站在窗前，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，欣赏着自家小金猪刚刚睡醒的盛世美颜。啊，头顶乍然响起的声音吓了魏无羡一跳，脑回路清晰的他第一反应是掀开被子查看自己身上的睡衣，还好还好，睡衣还在。早啊。确认了自己的安全之后，魏无羡后知后觉的讪讪一笑，自己这个反应是不是太那啥了一些，毕竟蓝湛可是发乎情止乎礼的正人君子，再说就算蓝湛真的做了什么，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等等，我昨晚弄的楚河汉界呢？为了保住已经丢了七八年的清白，魏无羡在睡觉之前特意用被子弄了一个楚河汉界放在床中间，可现在别说楚河汉界，就是自己的被子也不见了，偌大的一张床上就只剩下原本盖在蓝湛身上，如今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。在床下，蓝湛微微扬起下颌，示意某人往床下看。